身体感冒、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呢？炖汤就能治病。记得妈妈曾经说，橘子皮能驱寒。宝贝女儿，维他命 C， 维他命 C 加多一点就好啊。身体要好呢，就要用鸡骨炖汤，这样补充营养，懂吗？哎，我看到网络上说那个放枣子还可以治病、养颜美容。哎，听别人讲说可以加些绿茶。哦，上次我还看到电视上蒜头下去炖呢，感冒马上就好了。胶原蛋白，哎，快快快！快弄汤，你平常都没有照顾自己，弄多一点汤，喝的一碗汤就对你好啊。女儿听话，把这些好东西呢都加进去。我还听别人讲说可以加些绿茶，也可以消除水肿呢。加多一点汤就好了，一个节目就不错的。哎，上次有人说多放点枣子，枣子可以养颜美容，还可以治病呢。加点洋葱，身体要好就要用鸡骨炖汤，这样子补充营养。别再道听途说了，补汤就这样，整锅泡汤。